抓这么多来送给谁啊？这是送给粉丝的回忆。哎呦，太紧张了！我可是抓娃娃达人。去抓这个是吧？出来！这个就是只要有眼睛有手就行。老板，我要那个粉呢。老板呢？老板，你这个做的是陪粉生意啊，老板。可能不太好抓这个。只要有眼睛有手就行。然后分一下怎么送给大家，要哪些留给我自己。好了，回去吧。拜拜。这个皮带我去抓一个吧，你给我抓个皮带吧，你给圆环再抓个皮带。不要我回去。啊，这么稳的吗？你一会儿把帽子戴上，你再给你说你笑我。加点油，老板，两个爪子都给你抓起了。就这样，我这至少比你那好多了吧？你这是什么呢？